快起来，别吵着啊！哎，你咋来了？起来吃饭，来。啊？你咋跑过来了？啊，那个我路过呀，看你这灯亮着，我就上来看看。啊，路过？真路过呀？嗯。那人家小姑娘出门都拎包，你随身带着饭呢、啊？你是不是特意过来给我送饭？你话真多，你吃不吃？啊，不吃我拿走啊！哎，我吃。你今天出门吗？啊，我白天接了个帮人搬家的活，刚回来。这几天外面都是高温，你少出门吧，别中暑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挣了200，还剩100，还你饭钱。不用。哎，拿着吧。哎，真不用，你先还别人吧，我这儿不着急。一码是一码，我不喜欢欠别人。再说这100，也解决不了我问题啊，拿着吧。对啊。嗯。你会开车吗？会啊，咋了？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买菜吧，帮我搬搬货，我省点买工钱，咋样？行，钱就不用了，我就当帮你忙了。那不行，我也不喜欢欠别人。啊，太撑了。吃饱了？我吃撑了。走，咱俩出去转转。我不去，不想动，你去吧。哎呀，吃完饭不能躺着，搞不好不消化。上哪儿散呢？散。走吧。真假的？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以前特别有钱，你别不信啊，真的。以前我最不缺的就是朋友，每天有一大堆人围着我转，我想做什么都行。但是现在，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，洗澡也只能用凉水，就连买个啤酒还得让你花钱。我从来没有花过女人钱，真的。你别这样说，你不能瞧不起你自己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挫折都是为未来惊喜的铺垫。风雨过后，就算没有彩虹，那也是晴天。只要我过了这一关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报答你。真的，我认你报答，我认真的，我把你当朋友。咋了？那你可得争口气啊！来，朋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争气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也不是为了跟谁显摆，我就是想把以前我失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。我相信你，只要你不放弃，肯定成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今天的饭好吃吗？说实话，不好吃。你家真该换厨子了，赶紧换。啊，那挺好，下次别做了。